的世界，言语自由的界限模糊，键盘敲击的声音传达着心中的无助。你以为只是发泄，几句无伤大雅的批评，但暗中却有双眼睛注视着每个字句。他们说我就能找到你，无论你藏在哪个角落里，那看不见的网，无声无息的扩展。他们说我就能找到你，言论的自由变成奢侈，谁在背后操控，无形的手在束缚。前无处遁藏，你以为匿名可以安全，但他们早已准备好抓网。敏感词汇像雷区，一不小心就会触发。你的声音变成数据，被记录在某个文件夹。他们说我就能找到你，无论你藏在哪个角落里，看不见的网，无声无息的扩展。他们说我就能找到你，言论的自由变成奢侈，谁在背后操控，无形的手在束缚。我们渴望真相，渴望能无所畏惧的发声，这互联网的牢笼却让人无法挣脱。他们说我就能找到你，无论你藏在哪个角落里，那看不见的网，无声无息的扩展。他们说我就能找到你，言论的自由变成奢侈，谁在背后操控，无形的手在束缚。我们渴望真懈怠，我们要如何找到自由？他们说我就能找到你，这现实让人心寒。